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要教大家，好，刚刚你们就是语言已经会了，那我们用唱腔来这个教大家唱几句，好不好？想不想学？我有听到有同学说好，好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来，这位同学，蓝色衣服，蓝色衣服，你刚看我，你刚看我，对对对对，来来来，你们有没有看《铁狮玉玲珑》？有没有同学看过？有哈，他不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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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会不会那个音乐会不会？没有看过那没关系啊，你会不会讲台语？普普通通，我也普普通通呢，我台语嘛讲袂认得哦。好，那那个这个呢，要教大家的这歌子戏呢，这个《状元楼》哦，它这个就是我们看有看那个《铁狮玉玲珑》的里面，它不是有这个噔噔噔噔？来，我们怡婷老师来帮我们哼一下吧。好，那我们先台语，你台语各位同学会说吗？会哈，会。如果不会的话，那你们就要听我用很破的台语来教你们哦。因为其实我平常唱戏也都唱豫剧，所以我台语也不是很好。不要紧，我慢慢来讲。众星拱月好光景，然后众星拱月好光景。孤枕伴月共凄凉，后面帮我接音乐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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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帮我接音乐哦。好，同学，他来唱啊，你们要帮我接音乐。好好，一半明月两用情，拢是世人心不明。会唱了没有？啊？那你刚刚说跟我一样，那我来另外有没有还没另外一个麦克风借一下？哦，这支借你。那你们大家帮他伴奏好不好？好，来预备开始。来，前面前奏吗？预备，一二三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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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知道怎么讲哎。我带着你。好。不要紧张，你紧张我也好紧张哦。来，好，老师我知道了，要不然你跟他一起唱，我跟他一起唱，然后同学，我们大家一起帮他配乐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，预备备，大家一起哦，一二三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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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众星拱月好光景。孤枕伴月共凄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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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的可以比他好的，有没有同学来？来，等一下哦，送你小礼物。对，你点一个同学，点一个你最讨厌的。你要用客家话唱也可以呀、啊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来了，那不然没关系，你请他上来，你带着他唱。好不好？好，可以，来来来，快点来，来这位同学来。你要那你要唱国语也可以啊。你要好好带着他唱哦，哈。预备备，开始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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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众星拱月好光景，孤枕伴月共凄凉。噔噔噔噔噔噔噔
是世人心不明。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就跟你没有看过豫剧是一样的。有过一次之后呢，以后就会了。然后如果还不会，你下次再叫他教你，好不好？哦，然后我下次再来的时候，你再唱给我听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谢谢。对呀，啊，越唱越棒。好好，这个就是鸽子戏。哦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哎，他这用就是你本来的声音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教大家唱京剧，有没有同学要上来的？自告奋勇要上来的？没有上来，我要点名哦。来，这位蓝色衣服同学，就你，就你，对，没有人要上来，所以还是你上来。所以你要赶快找到替代人呢，不然的话我还是一直点你哦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唱。现在你就可以体会了，刚刚是用这个本嗓，好，那我们现在用小嗓，把那个位置转在这个额头前一点，来讲一次，苏三，这个说国语就没有问题了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苏三离了洪洞县，苏三。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喉咙要放轻松，不然的话你会跟不住哦。啊，来，苏三，不要紧张，掌声不够啦。苏三，离了什么？洪洞县。洪洞县。江生来在大街前，江生来在大街前，很好，掌声鼓励，很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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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时候我教你了，苏三离了洪洞县，苏三。离了洪洞县，江生来在大街前，江生来在大街前，江生，哦，没有，你唱，你唱，你唱，来来来，不要，江生来在，江生来在。大街前，大街前，唱得很好，掌声鼓励。好，这时候你要自己来唱一次哦，还是你要点一个同学来一陷害他，你最讨厌的那个。没有你哦，对对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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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不要害怕，有没有感受到不一样？刚刚鸽子戏用的是哪里？是不是用哦这里？啊，现在呢？哦，这里哈，哦，有没有感觉？有，同学有听出来不一样吧？有没有听出来不一样？有哈，哦，好，好，来，没关系，我还是带着你们唱。苏三离了洪洞县，苏三离了洪洞县，江生来在大街前，江生来在大街前，棒棒，你看很厉害。好，我们会唱了，对不对？我再教他们几个手势会更美。来来，这个，哎，各位同学也可以在底下学一下，哦，学一下这个呢，把你的手借我一下，大指头，哎，这样子捏起来，跟中指捏起来，这叫兰花指，哦，然后呢，那通常就是我们通常都会比简单的你我他，哦，那男生呢就是剑指，哦，把这个叶，哎，并起来，剑指，你
我，好，画眼圈，她。那因为苏珊呢是女生，所以我们要用兰花指。好，等会就这样。苏珊是她，她唱苏珊嘛，所以是我嘛，对不对？苏珊离了红铜线，桨声来在大街前。会不会来第一次？好，很简单，其实动作只有三个。好，来一个、哦，苏珊离了红铜线，桨声来在大街前。好，我还是带着你们唱啊，你们就一只手拿着麦克风，你不要害羞，一直躲在他后面，不然要叫你们站在舞台上了哈。好，来，预备，一起哦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有信心哦，表演非常的，其实是非常开心的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苏珊离了红铜线，好，预备，来，开始哦，你们唱，预备，唱。苏珊离了红铜线，桨声来在大街前，桨声来在大街前。哇、哦，很棒很棒，好，来，谢谢。来，等一下，我们要送你礼物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位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啊、我蔡子恒。蔡子恒吗、啊？对。好，我记住你了。来，来，谢谢，谢谢。好。这个是京剧，吼、哦！刚刚蔡子恒就讲了说，吼、哦，他因为他两首都有来唱过，所以他能感受到，哎，这个位置唱腔的位置不同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要教大家唱豫剧，吼、哦，豫剧有没有同学要自愿上来的？换这边吗？换这边吗？我要找这边。同学故意不看我，来上来。故意眼神飘掉，来，你平常常唱歌吗？没有常唱歌，不要害怕，豫剧也没有真的高到唱不行哈、哦。那这个我现在要介绍这个豫剧唱段呢，是我刚刚讲抬花轿，好、哦，这个新娘子要坐轿子的时候呢，哦，她的一个唱段，锣鼓喧天声声催，大姑娘坐轿可是头一回。锣鼓，锣鼓，很好，很好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！掌声鼓励一下，要给他鼓励一下。哎，锣鼓，锣鼓，对了，没错，很棒哦。好，你没有发现？你看锣，锣的时候好像用本来的声音，然后鼓的时候就突然间变成假音，对不对？锣鼓喧天呐、啊，喧天呐、啊，哪来的呐？那是虚词啦，不好意思。那你、哦、那你可以喧天就不好，就是转音不好转，所以我们会把它转成一个比较好发音的一个字，喧天，喧天呐、啊，喧天呐、啊。锣鼓喧天呐、啊，锣鼓喧天呐、啊，很好，很棒哦。好，接下来，声声声啊，声声催，这么多声哦。对，很多声。声声声啊，声声催，就感觉上哦，这个锣鼓呢，哦，一直吹啊，一直打的，准备要迎娶了，哦，要用唱的方式呢，让大家觉得说，哦，这很热闹，然后感觉让这个新娘子想要赶快出嫁了，哦，所以声声声啊，声声催，声声声声声声催，大姑娘坐轿。可是头一回，头一回呀、啊，大姑娘坐轿。大姑娘坐
叫，很好很好，对，大姑娘坐轿，大姑娘坐轿，可是头一回，可是头一回，头一回呀，头一回呀，掌声鼓励。好，来，谢谢你，来送你一个小礼物，谢谢。哦，有没有发现，哎，这样子经过同学这样子唱了以后，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这个传统戏曲呢，虽然都是传统戏曲，但是它因为方言不一样，哦，它的这个戏曲的这个呈现，还有它戏曲声腔不一样，所以它呈现出来的这个唱腔音乐也不同。哦，这是以上为大家介绍呢，比较特别的，哦，比较多的不同的一个去变化，你们可以去从里面去找出它的不同的这个特色。好，那当然我们刚刚讲了这个歌子戏呢，因为它是属于比较大众的，那它就是你常常在庙会啊，或是它，所以它的呈现的表演比较接近这个百姓，哦，它的这个表演比较自然。然后那京剧呢，因为它这个是演给这个在宫里面的人看，所以它的这个表演呢就比较程式化。那豫剧刚好就介于在京剧跟歌子戏之间，哦，它有些戏剧呢，它也可以有很文雅，哦，然后呢，它的唱腔呢也可以很奔放，哦，这就是它的不同。好，然后我们这刚刚这里有一段，哦，我们也是有京剧豫剧，哦，大会演，好像也就是刚好歌子戏京剧豫剧的一个演出片段，哦，《白蛇传》，大家可以欣赏一下。然后这个演出的这个白蛇呢，刚好是由这个歌子戏的这个孙翠凤，哦，明华园的这个当家这个小生演出。好，哦，那这个豫剧呢，就是由我们豫剧皇后王海玲王老师演出；京剧呢，就是由魏海敏魏老师演出的。哦，这个系统不能播，好吧，没关系了，那就没办法看。但是我们同学应该也知道了这个不同的，哦，不同的表演。好。